牛油果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三回能不能上瘾呢？因为好多人跟我说，牛油果就是就像榴莲一样，一开始可能就不爱吃，然后多吃几回你就会彻底的爱上它的味道。我就不相信，我就想尝试一下，看看到底能不能。妈，这个怎么这么不好拔呢？等一下啊，开一个头就好了。 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挺难吃的，然后第二次我就感觉还可以吧，没什么味道，就是一股青草的淡淡的青草的味道，然后扒的稀碎。 但是它这个颜色是真的特别好看，哎呦，这么硬，就没怎么熟透。 可以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它的味道了。它硬了，后边这块，妈，这个坏了，妈，这个坏了，这个坏了，熟大了，看，看不黑的地方能不能吃，有点无从下口。 还别吃了。